今天我们要来介绍一下指北针的使用。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指北针的构造。那一个指北针的构造啊，会有外面这一圈叫做定位外圈啊，它上面会有刻度，那这个刻度就是我们的方位的角度，我们未来会用得到。它会有一条红色的线，我们称为准线啊。那准线就是我们在潜水的时候所要前进的方向。那另外还有叫做指北磁针啊，那指北磁针外还有一个凹槽，旁边会写了零度，这个是我们的指标。那在指北针的靠近我们眼睛的方向，我们在看指北针的时候，我们的眼睛是在下面的方向啊。那这个眼睛的方向的内面会有一个叫做视窗，也就是在这张图大约是在120的这个下面的侧面啊。那这个定位外圈是可以旋转的哦。来，我们看一下指北针会有哪一些 use case 啊。那首先第一个 use case 呢，是我们要在下潜之前呢确认岸上的角度，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岸前的时候，我们要在入水之前先确定一下岸上到时候我们上岸的角度，所以我们在结束潜水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浮到岸上来就可以使用指北针游回我们的那个入水点啊。那使用的方法呢，第一步啊，我先在这个海上在潜到水里之前呢，把我的眼睛跟红色的这条准线跟目标物连成一直线。那这个目标物呢，可能会是我们入水点旁边的一个白色的房子，或者是入水点可能有一个楼梯等等都可以。好，那第二步呢，我们在连成一直线之后，我们去旋转外面的定位外圈，转到定位外圈的这个叫做指标，跟里面的指北磁针是对在一起的啊。那简单来讲，你也可以叫做凹对凸啊，这个技法其实也是可以的。那这时候呢，我们再去看准线跟定位外圈会有一个交叉点。那这个交叉点，我们看一下上面的刻度写的会是大概是280，在这个case 里面啊。那这时候代表说呢，我刚才对到岸边的这个楼梯或者是白色的房子的角度就是280度。那同时呢，我们刚刚说下面有个视窗，这是我们再去看视窗，当我的这个凹对凸对在一起的时候啊，那这边280，同时下面视窗也是显示的280，我的这个准线延伸过去的前进的方向就会直直的到达我们刚才测量的这个入水点的位置。来，我们看一下第二个 use case 啊，从现在地区寻找潜点。那我们通常呢，在下水的时候，如果我们是岸潜的话，那会在岸边这个导潜可能会给一个这个潜点的简介，他会说，哦，这是在我们的潜点图，我们现在是在岸边，这是我们的海岸线啊。那我们现在潜点的位，这个潜点的位置是在我们的正前方。那我们只要沿着330度前进就可以到达这个主要的潜点，这个海底的这个珊瑚礁的地方啊，这是我们的潜点。那问题是我们从现在的入水点这个地方怎么找到潜点呢？来看一下。那我们假设呢，这个目标物是在我们的300度的方向。那首先我要做的就是把我的定位外圈旋转300度，一直到跟红色的准线交汇的地方啊，这是第一步。那第二步呢，我去旋转我的身体的方向，一直到指北磁针啊会对到我们外面的这个刻度的地方，简单来讲就是凹对凸啊。那这时候我只要沿着这个准线的方向延伸过去方向前进，保持凹对凸就可以到达我们的潜点了啊。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 use case。如果说我今天在潜点潜完了之后，我要返回到我的入水点怎么办呢？很简单，它就是反方向而已嘛，哈。所以这时候呢，刚才300度的反方向是什么？300度反方向是120，对不对？所以我现在只要把120转到跟我的这个准线交叉的地方啊，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接下来在水底继续旋转我的身体，一直旋转到什么程度？旋转到凹对凸的位置。好，这时候我只要沿着这个准线的方向持续前进啊，并且保持凹对凸，或者是我们可以看侧面的视窗，维持在数字120，不要偏掉，我们沿着这个方位直直走，就可以回到我们的出发地了。这个就是我们指北针的使用的三个简单的常见的 use case， 是不是很简单呢？